起床。这起床说，哎，没睡够啊，家人们。是，差点意思。楼下集合。完了，这是不是两秒钟就得集合呀？得了得了，哎，这袜子，快快！绿的小卡真。切克，小心！张翰，报。什么情况？集合的时候还来一把牙刷？下一次啊，不要出现这种情况。上午的我们的训练安排，新生班由新生班长组织进行业务技能训练评比，老同志这边开展装备器材的训练，第二个迅速的整理内务打扫卫生，将进行对内务卫生的检查评比。各班开会，还有这他们这新生班想要这他们这不是，这被子咋办？咋叠的？先折一下。哦。然后是给他怎么弄的来着？我被子都没折完。都是累啊。在意他们提“老”这个字吗？就不介意啊，我37岁还行吧。37岁能保养成我这样，或者是说能有我这个状态的，是也不多吧。当下的我自己是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状态和阶段。这几折来着，韩哥？嗯，这是三折是吧？没，两折。你这儿一折，然后之后再折到这儿来一折。你按照那个之前有印儿啊，你这，啊，哎呀，嗯，老秦直接放弃了，都不叠了。你干啥，老秦？背太大了，有点鼓鼓。哎呦，班长，都忙完了吧？啊，继文，好，现在对大家的内务卫生进行一个检查。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物品的摆放以及我们被子的整理啊。根据这个，我还会给你们相应的打分，也是你们下队后的考评中的一项。这个桌子是谁和谁的？欧阳。为什么资料还摆在桌子上？抽屉里面为什么不放资料？昨天有讲过的。椅子叠的什么东西？你的边角都是圆的，
人家是尖的，有边有角的。你这辈子叠的是什么？你连捏都没捏，勾都没勾，多多少少要捏一下塞一下吧，啥都没，就是按照样子放了一下而已。有空的时候都去把被子整一整，你的这床比他的稍微好一点，还能看到两个角。但是你不觉得你这个被子叠得跟个坦克一样吗？张翰的被子还稍微好一点，哦，可以说是你们几个当中最好的一床。边角最起码都有。张冰冰的被子整个下面都已经塌陷下来了，都快扁下去了。不是，能看着两个脚吗？脚是有点脚，头大屁股小。你看一下这儿的形状，有点兜齿儿。兜齿儿，以后你的被就叠一个叫兜齿儿，行不行？地包天了。张翰学一学被子怎么叠，你看看张翰的被子叠的，再看看你的被子叠的，下次叠好。叠被子这事儿啊，确确实实是我一个非常非常薄弱的地方，那就下次还是不盖了。张翰骑的勉强看得过去，哦，勉强看得过去。我忍痛没有盖被子，保护好了原始的被子。我把大衣反过来，把我的脚塞进那个帽子里，就睡着了。那么小心呵护它了，真的是，还能说叠的不好？张元，你的被子比前面的那三床稍微好一点，属于不上不下。挺好，太满意了。但是那四个人我能排第一，我觉得挺厉害的。